再过来看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同台湾文学集体合作举办明年共古发通。本体现四字用看童书、看图画书同此言的来学明年，同时咪做得快快乐乐的享受童年共古的时光。阿婆是男生还是女生？女生怎么说？主公妈妈用绘本喊各用新词嘅合位搭配部分翻译来巩固，大家小朋友都谈到动力文，家中大部分了你图能写你来跳过谈古，自然界来学合位喊各了解客家文化。唔记一拜，都好起一礼拜要用客家讲故事，我就想讲等阵嘢向下来谈，我就想讲鼓励佢讲，其实客家话唔系诶，我老公同我讲天天，提到不系咩很谈嘅多。你本书嘅人文观察，关键动静。特别是客机会，老台湾文学集体合作用简单的合位单词，图写你来学母语，绘本内容每老生活经验结合，谈古个世界，每强下进行生活教育。啊，讲到你名的，你称呼的时间有无？啊，你除了听声音的听书讲，啊，古地百度你冇可能全部用客话讲，几多谈冇啦？啊，你所以加减落去，一目的系乜嘅？春生嘛，因成日谈讲古吼，对成日咧讲，我学习因个语言，语言会好简单。莫因为记读书吼，始终吼因为感觉学语言会好感觉好困难，所以因伊咪希望讲，成日若是讲真紧要学讲下，就得搬几条知识呢来谈因来讲古。一摆跨管合作推出母语共古嘅活动，希望增加民众接触客家嘅机会。撒下来未有何路会冲，就判断会规划未来继续建立年初民会、香港新初民会嘅料，本身发都充满了童年文化。客家新闻范秀丽、陈志台北报道。